来自南方都市宝宝宝。6月7号，湖南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普降暴雨，局地大暴雨，最大降雨量超200毫米，全县超100毫米雨量占21个。据初步统计，全县共8个乡镇20个村进水。截至6月7号下午5点，5人失联。江华县委县政府组织应急分队、公安消防、沿河乡镇正在全力展开搜救。全县已连夜转移群众1000余人。